不好意思。宽姐很客气，她就一直说谢谢。我说其实宽姐不要这么讲，因为事实上宽姐她以前，就是我做娱乐新闻的时候，她是娱乐新闻的我的制作人，所以其实宽姐这是宽姐做过的唯一的电视节目。然后对，所以她是等于是我的娱乐主播的这个开端的第一位，然后他非常提拔我，然后也很照顾我，然后我们刚刚就是在聊一些以前的很好玩的故事，还包括理查吉尔啊，还有巩俐啊，张艺谋啊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去广州怎么去打天下，然后就把后来娱乐新闻这个品牌，就是等于后来整个在我们台湾大家也看到，就是算是做的还蛮发扬光大的概念。对，其实他心情有很还 OK 吗？他一直想抽烟，但是小倩不准他抽，他就去厕所。可是我觉得这是要时间啦。然后宽姐很客气，就是他也觉得一直说不好，虽然我们都算是晚辈，可是他就会一直很不好意思，一直说谢谢。那我们也很心疼他，然后就想说来陪陪他。那希望是说时间慢慢，但是我觉得。对于自己妈妈这样，就说，对，一定是不舍得啦。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的，对，所以对。可是他还是很有啦，可能小小的就聊聊啊。我觉得这样子，希望能够陪到他，我也蛮，就会觉得也蛮好的这样子。那为什么娱乐新闻之后就没有来合作？你说宽姐啊？对。你没有跟我合作啊？可能他觉得我就只是那个料吧，我不想你要问他这个，我不晓得，我是很愿意跟他合作，对。然后可是后来也会常常遇到啦，对，还是算是同一个圈子里的，对。所以后来我结婚啊，我先生啊，我小孩啊，宽姐都有见过，对，对对对。然后他管我管得还蛮严的，嗯，我不是说我先生是我哦，宽姐啊，他就觉得有些场合不适合我，叫我不要去啊，就类似他就说你艺人有形象，所以我形象好，可能也是宽姐 hold 住的吧。什么场合？确定没有？夜店没有，没有啦，以前啦，那是比较早期的时候了。对，所以他是对我很好的。对。